哦，差点GG。地震后，花莲县长徐祯惠、署长黄明昭得知本所有一名同仁失联后，表达关心之意，并指示分局全力协助寻找该名同仁。于下班途中突遇地震，所幸并无受伤。由于道路中断，便视当时状况，慢慢徒步返回派出所协助救灾，并回报沿路灾情状况。Thank you.